个不回手账，不是不是。OK，好，抱歉抱歉。哦，你们是说不回属性哦？了解。哎，不回是指这个哦，好，感谢感谢。为了看主播，已经为我妈和我姑婆骂了2、3次。我等一下就关台了，不要再被骂了。蛮牛，哎，其实可以的话，不要喝蛮牛啊。蛮牛这东西伤身体啊，它是欺骗你的身体，然后让你会更累。所以可以的话，不要喝蛮牛。装备，有装备第几级的？什么第几级？现在几级吗？我不知道传奇是几级。现在练这一把。哎，那这边顺便问一个问题：短弓、长弓、十字弩，你们推荐哪一个？我等下顺便做一做好了，我也开始想玩远程的了。第几级做的装备哦？哎，我忘了哎，好像。忘记了，好像是第二集耶，多远了？好快就坏了哦，2、3、5，哎，反而应该更高啊。各有好坏，对啊，我知道。我最相信的人说长弓，其他人说十字，哇！好，我看看一下哦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倒数第二个金色大板，不知道反应怎么。可以增加次数。倒数第二个大板，板答对吗？还有复制错。橡胶做手工，秒拉速度快，不是重点是伤害嘞。这个铸模大板哦，倒数第二个。不就是铸模大板吗？这是铸模的，嘿嘿，你是搞错什么？看我喜欢原色，要偏好，应该是射得快吧，射得痛我就觉得还好。你啊？
哦，少做了一样东西啦。想一下，哎，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该会把菇，啊，就这个啦，就这个，刚挖到一半发现。挖回去。可惜等到最后，没关系啊，等下关了，那点就关。因为。最主要还是要活化水晶碎片啊，所以该把菇改成活化水晶的吧。纸质工现在要上单，上单更好。用填建充，通常我知道射速快不用充，不用装填，通常这种，通常都是攻击力很慢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恶魔下去箭头搞驾驶，恶魔金属应该还没有到吧？好，我们要把这个给融下去，八个大板，8×32。把菇的材质换掉。贴吧。法定。短弓、长短弓、抛物线、高处，还在开台啊！快关了，快关了，到2、3点。再煮水饺、盖鱼会。问一下你们哦，这个东西除了附魔在工具上，还有什么好获得的方法？不然这个好缺哦。看看是弓箭，配件上单数，还有射速，
糟糕，看你用电视。哦，射术是弓箭，是弓，要通是看箭矢，但长弓抛物线就是了，那就十字弓吧，没关系啊，都做做看，好了。我会想睡吗？会啊，也是会累啊。准爆啦！不管用什么弓，先都不用。刚进来就要关了，你该不会是西西吧？看不太到你的头像啊，我看一下。欸，是西西耶 ，Hello， 昨晚还不睡哦。不用去拜年哦。欸，也不是说不用啊。所以这个东西，活化水晶碎片就真的只能这样子了吗？获得来源就只能这样子了。下去是什么？动力。夜猫一族，我本来就很晚睡啊。剑用甘蔗做，本店里名字换名字哦。等下，我看你头像还是认得出你。啊！哇，下去还没满呢。刻印宽布景比较好，什么意思？说我换把柄这部分吗？可是换下去会不会强化不见啊？还是不会？但是我刚不早点讲，都做出来了。所以嘞，是做把柄会比较好吗？手柄？是吗？啊，白痴哦！活化用史莱姆强化，你说强化它吗？啊！史莱姆斯，哦，这个意思哦。
这个是不是要各一个？然后，对呢，我都忘了还有强化的东西。纯露嘛，对不对？也不是。哦。再加一个金板，再加一个大板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一个金砖，一个大板，反正看他们就不饿嘛，我饿了，旁边有东西吃啊。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因为我第一次用强化啦，因为那时候是杰克在强化，但是他弄错了，他很难过。你说刻印还是强化？强化啊，强化我没用错啊，是刻印用错了。哦，是刻印啊。强化是什么？强化就是强哦，化你的挖掘强度啊。哦，有，你都不听我哦你，好，继续哦，快点。哦，啊你在干嘛？啊，在整理箱子啊。哦对，我等下要整理。我发现有一个东西耶，不知道，嗯，它叫麻袋。麻大，麻袋，哦嘿，带。然后它可以。塞，就是很像以前我们在用的包包，可以筛选说什么东西进入，什么东西不进入。但是它好像有点小缺陷，是它讲的有点太文言文，我看不懂。跨博，而且它容量不是很大。刻印很 OP，有个无限刻印，忘了是哪种。哦？为什么我看你玩麦块会饿？为什么我玩麦块会饿？我没吃咸酥鸡，那只是意外哦。来做个箱子。哎呀，我想说想睡了，还没关呢、啊，还没有，快了，我东西快搞好了，带个箱子去放。来看看哦。抽屉会还你哦，抽屉升级会还呢，好棒！No。嗑瓜子，你嗑瓜子会饱，就嗑瓜子是嗑到嘴巴会很酸呢。CYC 的麻袋背包可以选进不进，CYC 的打包袋可以搬神怪砖。
材料便宜，只要苹果加牛皮。打包带吗？老抽屉。三格的抽屉是哪一个啊？旅客，配饰。你那个放散藏盐那些是用什么抽屉？散藏盐我用2×2基础抽屉。2×2吗？嗯。哦，有1×2哎。有啊。用1×2好了。导游车啊！哇，好烦哦，十九个人，打一杀。啊，没有大吉了。有1×1的，没有啦，我是要放那个散藏盐那些比较不常挖到的石头，说比较不常挖到啊，它不能压缩，挖到会啊，这个是，我乘一，对吧？不是1×1，还是用基础抽屉就好。对吧、啊？我想说就做这种，哦，除了容量升级，还有装满之后自动销毁的升级哦。有啊，我看到啊，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诶，在哪里？那个，还要自动销毁啊。好了，先这样子。3:05。对啊，我要关台了。感谢教导啊。虚空升级1×1就行了，哪个叫虚空升级啊？你所谓的1×1是基础抽屉吗？不到1×1耶，就基础抽屉耶。
特定物。那你做的二乘二是还有在加那个吗？升级有，因为不加会一定会不够，感觉加了还是会不够哎，就这样会好一点。所以你放二乘二哦？对啊，然后我放了好几个九倍，基础只有一格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来做杰克的吧。两杯，好，拜拜。这样是不是因为它存太快了？看，跑过来了。广告是肯德基，最近广告都肯德基呀、啊，而且我没播广告呢。退局想赚钱。对啊。看到超多广告，肯德基。OK， 哇，好的袋子放那里。晚安哦，晚安哦，要关了，要关了，把这个在这里。我打包袋放哪？我记得我放在这。箱子就这么一点点，我会找不到。
就在右上啊，那有屏，啊，这里啊。这儿，然后白痴，这个还好，用合成啊，哇塞，我居然没有体力，没有吧？有。白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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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观众跟我讲这样放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死因素放啊，
可能会有人说看不懂在配什么线，但是我真的没摸过，不知道怎么配。哦，我没有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就先放着嘛。感谢感谢。我想说，看哈记这样，哈记他们这样放，我就跟着放啊。六个。哇，还有压缩的哦。好了，关台咯。开口久了，嗯，辛苦啦。最后看一下你们刚刚讲那个打包，打包代码，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没有那个模组了。哦，没有把升怪站搬走的，嗯，只有把柜子搬走的，或许打包吗？嗯，钓竿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喽。晚安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陪了我多久啊？哇，6个小时半诶，虽然还是没有说到守岁到天亮啦，因为感觉也很多人累了。那就这样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 ATN 系列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声音也累了，手推车，有手推车吗？我找找看啊。手推车。啊，白痴，我怎么打出去了啦？在那边打字吗？可恶，请手推车。好，没有，好啦，就这样啦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再来研究远程武器吧，再来陪我哦。